天呐、哦，烂了！他听我说，已经好了，两个月了，那一定要再熬一久了。哎呦，这个美女是谁呀、啊？这个美女，一二三，嘿，美女。三嫂，你还是转过去吧，太可以了。三嫂今天已经晒了一天了。嘿，美女，来，到你了，美女。我们今天在这里拍视频，总导演。三嫂今天也好看了。我们在这里拍那个献祭视频，然后呢碰到我爷爷，爷爷出来等车，但是我们不去县城。不是，你爷爷不知道你在这里啊。我他认识你，我叫了一声，他说啊，你认识我。真的忘记你了？没有，是因为你今天太好看了。我跟三妹在这里，他说啊，他在这里吗？在这里看了半天。他在看我们跳舞。我认识。对，我找一下他，不知道他吃饭了没有。他看到我们在忙，然后他就自己在这里来。找我做了。二妈。二妈。两个人不要了。两个人不要了。两个人不要了。两个人不要哦，生理盐水的，你给炸没有？还没，没，现在加了。哦，录完了。梦啊，哦，哪来的？你没证啊，龙爷？是呀，你没证。晚饭了，不笑了，笑烂东西的。梦啊，天呐，烂了，难，把一边弄给他给你。哎呀两个月了，头子太犟了，真的。其实他那个只要用那个双氧水洗一下，用那个漏合点给他擦一擦，就放几天了。两个月了，上次我们订云天外衣服的时候到现在。弄好啊，要吃点消炎的药。我就叫他不要去医院看，他骗我说已经好了。这是原来的那个伤口、我问了好了吗？他就不让我看，他说已经好了，然后去缝针了。然后现在已经发炎了，开始在那里。等我们拍完这个，我就带他去医院看好了。可以。真的，赶紧去看吧，都烂了。他不让我看，你知道吗？他骗我说好了。然后关键他是被削了一块肉啊。就是肉还是凹进去了？哦，是烂进去的。你要不还救了？你一定要再熬一久了。要不然你倒掉又还久了。这凉吗，兄弟？要烧温了啦。能一搬搬一百不？把他们这搬屋了，一捆忙来不？你是哎弄啊？你弄嘞你？昨天没有。背送呢，这要碎碎半两位哦。哎呀，你男的呢？你我爱晒不了的，那你不都要长蛆的。他刚把这个伤口挡起来，但是没有用这纱布，也帮两位。我们俩等于啊。我们在那个黄都那里不是拍 MV 拍视频吗？然后爷爷正在等公交，我就碰到他了。然后我说带他去医院换药，他以为那些医生要留他住院，他就不想去那里搞了，所以他就自己去买药来涂。
要现在要帮他把那个脓包给全部洗下来。去医院洗吧，要。不用，他说像这种问题的只能就是给他洗干净了，他才能重新长肉。如果不洗干净就不行，我去拿药了啊。你不那边啊？那边我买的这个。你还要母生的羊，还要母生羊水？他这个伤口，他这个伤口不是说痒，就是他这是两个月以前受的伤了。然后一直没处理好，面筋不是买面筋奶呀？面筋奶还赖嘞，面筋奶。这个是很痛的双氧水，这个是，就专门用来消毒你。放桶干了都。是。凉了啊？急了呢？你我弄了呢？我弄了那么久啊？嗯。然后那么久，那么久啊？你急了啊？嗯。鸡了，一楼的鸡了。慢慢的，慢进冬。哎呀，唔那是。还有哎虾，叫不得呢。你那就加西呢嘛，真呢嘛。记得为啥呢？你用用我的刀，一身熬菜我，真刀都哎呦。你快弄了。来哪里？哎，现在就那么说，往年你冬季有的，就呀，那个呀，哦，哎，嗯，这个说是说，说那么，嗯，再说现在哎，你呀，你还行得了？来了，去帮人来带了，还那么难带的。爷，还是去医院去看是吧？有没有看？没搞过疼了，你那个是没伤口没愈合了，慢慢的来，慢慢的来，两个月的了，风筝那原来，嗯，我还打开眼睛了，哎，嗯，也都接这么了的，接这么多，接我慢的就你这可能你这盖沟吧，哦，慢的，它裂开个，就是那针都裂开个，不是。哦，弯弯直，妈还不说了，它是皮。哎呀，那么弯。它已经缝开了，那针，那先断开就做事，就把那针裂开了，就那伤口都展开了，等于是。那不那时候就应该就去医院是吧？他不跟我们讲啊，我们没晓得是什么情况啊，每次问他都好个好个的。嗯，伤口是我直接把它带上去了。他觉得。嗯，伤口愈合慢了。对。